葛思琪最新发文回应：一、关于鹿晗和迪丽热巴，他表示两人是前后差三天到的，自己没有说他们同游，只是感慨遇到鹿晗很巧。二、关于小 S 老公，那天吃饭的有人很多，有某一位确实有在私下接饭局，自己收到了线报，是谁就不说了。三、关于林俊杰，上过社会版新闻的事情交给世人去判断，因为网友热情高涨，所以自己只是提了过去报道的事儿，真的很懂流量密码了，说话真真假假，引人遐想，热度赚足了。